camera， 要先啊，轻轻慢慢啊，教学为主，不需要用实战练习去教学示范。那也是给 Anton 那个留下来一些片段啊，自己去看看。那静敏也是用了自己那边，哎，看自己的待人这种能力啊，不是跟对手实战对打的能力了，是示范啊，让对方体会，自己也是揣摩啊。三，成功示范，四十秒了啊，五分钟了哈，所以安全要慢慢要练习练习啊。练习的心情只是自由组合，所以偶尔还是出现固定动作，比方一直来，你先绑拉钟给我看看，绑拉钟，你做它，直接绑拉钟呗，啊，偶尔也这样来做，那么十来秒哈，啊，三五个、十个、八个都可以，对，某一种固定招式的，记一下来哈，就是在一种自由组合之中，那个标准度有好不好这样子，对，然后也可以换别的招式哈，深呼吸，对，好，哎，这种概念就很好了。分班啊，很好，不需要不要求实战对打，是自由组合这种基本吃手练习，然后练那个防摊拍，试试看防摊拍啊，防手摊手拍手，对，动作细腻一点，小小一点，很细微的动作，可以稍微移动，不是一直走动，是不是固定站？很好。然后避回去也一样，你避回去，你也对，安顿也是练推马防摊跑，对，对，好，可以又混合起来了。然后摆那个一摊，好，两个摊手搭住，拍停住，对，这一招，啊，走动，那个可以变成冲拳，拍手冲拳，对，变来变去的，好，换边好，对，去上马体会一下啊，深呼吸，好 ，OK， 然后拍冲，我看啊，那对，金米冲拳，对，拍冲，对，拍冲。对，好，然后安总冲拳，对，你拍，对，拍冲，对，对，对，那，经理今天带就很好了啊，这样子，很熟悉，要注意一下，下面肩头对，对，那个打过来。三分半了，是吧？轻松起来，很好啊。对，经理现在，我说你要带人练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然后口头提示大概这种就可以了，不需要一直讲。那你自己也同时有种练习的感觉啊。哎，很好。可惜。对。哎，经理对哦。这样带就对啦，很好，四分半，好，对，好，稍微自由对打一点啊，有一点对打的味道，不是练习而已，对，就有些虚招啊，那个突然狂打，不是疯狂了，突然砰砰砰砰，对，好，对，这样的感受练习，深呼吸，好。
好，对冲拳，对冲拳，对冲拳。